南投高雄退休校长白朴文，当时也是五育高中创办人，现在在南投县政府文化局举办伊的个人展览。高龄88岁，伊展出将近100幅书法以及水墨画，近有700长卷画，分享伊多年来前往台湾以及大陆各地所看到的风景。主办单位欢迎民众预约前往参观，登记一直到28号为止。将700、200的水墨山水画做会展出，场面是相当壮观。南投高雄退休校长白朴文，当时嘛是五育高中的创办人，虽然已经88岁，也是不断的创作书法和水墨画。现在当地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办理伊的个人展览。大部分都是我最近几年去过的地方，用画把它写下游记，5、6公尺、6、7公尺的长卷，在大陆的黄山、长江，哦，像那个张家界、江南，哦，都是我亲自去过的，所以我画起来也比较有一种亲切感。那么因为我是业余，所以我不敢说我画得很好，我是说公教人员，你退休之后你要做什么？关起门来没事情做，来写字画画，很好。对一个画家，我看到白顾问呢，他对这些画风，然后每一个山水，他对他们的体悟，深深的感觉到，他就是用心去画这个画这样子。那还有他的字，比如说，在他字里边，我们看到了力量，看到一个年长者的对一个字的一个敦厚。白朴文受到当代各位大师李佛顶启发，写毛笔字为水墨画，大约40年时间，而且坚持跟他上毛笔笔，也因此交到不少好朋友。那时候我是在白校长的照顾之下担任图书馆的主任了。白校长可以说全才了，书读得多，而且读得广，而且读得精，所以他的大作非常多。外面后面呢，他球类围城打得很好，高尔夫球啦，这个网球啦，桌球啦，样样通啦，他是我们的偶像啦。我的白博文白校长哈，伊虽然伫南投高雄退休真久啊，但是伊对南投高雄对教育的关心哈，未输任何一个人。所以阮伫学校每一个角度，阮拢有伊的画，伊的画拢伫学校。阮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咱遮的囡仔知影讲，哎呦，咱以前的老校长哈，已经年纪遐尼大，但是对大自然的表现吼，会当画甲遮尼水，予大家欣赏。白朴文透过创作，从多年来前往台湾以及大陆各地旅游所看到风景记录起来，嘛借着即个展览分享予大家，邀请民众向县府文化局预约前往参观。记者陈信昌报道。